下面是献殷礼，我们请三个家庭把孩子抱上来好吗？快步上台，有杜文露和王艳丽的一个女儿 Grace， 然后还有黄闯阿元的孩子啊叫 Mia， 还有郑雅伟和侯一翠的孩子叫Gabriel。那教会特别预备了每个人呢有一个祝福的卡片，希望他们真的能够按着神的话教导儿女，让孩子以后长大成为摩西，阿妈成为摩西，成为这个但以理。我们一起起立，请郑牧师为他们祝福祷告。Let's all stand up。他们要念吗？不用。OK， 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祝福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。我们知道孩子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。我们在这母亲节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，就像哈娜把撒母耳带到主的殿中。主，求你来使用我们的孩子，让我们孩子一生服侍你，他们不属于别人，只属于神。让我们做父母的，当我们今天站在台前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警戒和教训来养育教我们的孩子，让我们的孩子一生走在主的道路里面，让我们因他们走在真理而感到喜乐。求主来祝福我们的父母，帮助我们的父母，让我们所做所行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孩子，好像他们一生走在主的道中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能够成为神国的勇士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